我是吴夏海城，1987年4月我是入嚟呢度黄竹坑警察训练学校呢做呢个服务员嘅工作，见习督察。一入嚟咧，佢自己就要读书啊、考试啊、其他课程活动。我哋咧集中应付晒嗰啲污糟衫裤，搞干净企理，所以形成有呢个职位出嚟。爸爸就唔似啦，直情系管家嚟嘅啊！因为爸爸真正要关心佢哋啊嘛，但系我虽然系要关心，但系我直情系打理晒佢哋啲衫裤鞋袜，一定要干净企理，俾佢哋见下相。有一期有一个学生，佢话：师傅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今日俾阿 Sir 罚啦，因为喺佛招堂操得唔好，阿 Sir 要罚我留堂啊，累咗你又要搞好我啲鞋俾佢睇。那个 PI 佢出咗去环球做完之后咧，过咗几年啦，翻入嚟警校，入嚟警校做个职位咧，佢系做 CDMI 叫做操场主任。我有咩困难咧，向佢讲解咧，佢即时就会帮我嘅，想喺呢度继续做落去。因为咧，佢哋懂人性啊，放学啊翻嚟同我倾下偈啊咁样啊。有啲 PI 班咧就话。嗱，你唔好唔記得我啊！我同你影咗相噶啦，你以後記住啊，認住我啊！到 passing out 就話海哥，我 passing out 啦，唔該曬你啦，我走啦咁啊！咁我話多謝你，你哋 PI 班又真見到你哋 passing out 啦，最開心呢個時間。